现在是快四点了，我们准备走那个什么了，走那个大峡谷了。旁边这个小街摊卖那种些那个小工艺品，不过没有什么好东西。他这边小毛驴骆驼，这真是一个他们一个主要的生意。是从这块过来的，回来了。哦，再欣赏一下他这个。拜拜啦 ，Petra Treasury。看看我后边的 Petra， 再见啦 ，Bye。看，我们姐儿俩自己玩的差不多了 ，Free time， 在 Petra 也该照的照了，该打卡的打了，然后。拿我还练了练手，有很大的进步，拍得不错哈。哦，这是他在讲。我们那 monastery 没有去。这是他的 visitor center 的中间的一个庭院，还有人现在刚去。这个就是进入 patchy 买票的 entrance， 里面是一个中庭，这是他周围的环境。它的外边是一个 Patry， 这是 The Patry Museum。它这儿有一个 I love Petra Patry 的牌子。我刚才脸上都是土，然后都是咸的。开吗？我们刚才走那个狭长的峡谷用了一个小时吧，然后两头走土路用了半个小时。它上面写着要戴 mask， 刚才用丝巾围上，因为我没有戴。人挺把门挺好，说不用 mask， 进来吧，这个也是免费的。太长，进他的这个。这应该是希腊的神。Aphrodite Venus， 这是威尼斯。真发现了不少东西呢。这种柱子上的这各种各样的花儿，
都是这里发现的希腊、罗马各个时期，包括它的那个叫卡巴斯丁还是叫什么，它最开始的那个就是纳巴斯丁 Kingdom， 就是它比较当时最有名的，最后又回到了阿拉伯人手里，最后是约旦的。这发现的这个 Amphora 这个东西，大的这个亭子，这发现的雕像，希腊神话里的人物。这才叫大呢，112年的时候。然后这是哪儿？这116年，不管是差不多。这个又是法国的差不多。这是1839年。拍照肯定有独立公司啊 ，British Artist。907，这算什么病？这个口是出来的口。我们就到集合点坐 bus 回去了， bus 离我们的旅馆10分钟。我们现在是晚上6:03，他带我们做一个 PCR 检查，然后我们就回开车的 hotel。 真好，他在上面给我们做的，刚才捅的鼻子还挺酸，捅左，那就捅的我左边，还捅的挺深的，特酸。他们请了一个人在车上给我们做，他有我们那护照号码，所以我们就不用把护照拿出来了。哎，这就是我们新的在 Patro 的旅馆，感觉很不错，离 Patro 开车10分钟吧。你看，我不知道这旅馆的名字叫什么，那我就现在往上走了。我们这旅馆叫什么？哎，你看它这个花园，我们从这块下的楼梯，它的一号是二层，他说我们住一层，实际上是他的二层。你看他那花儿，我觉得打还挺好。哎，他这还挺好，那个桌子那个餐巾纸都摆得很棒，这看起来黏黏糊糊，没弄好，大爷早上最后吃的。这还有一个披萨，这是玉米素。这是我的两小盘之后的第三盘，吃完这个喝一碗汤就好了，然后再吃点甜点都尝一尝。这儿可能是一个休息厅，这点倒没什么。吃完晚饭了，连他这个楼道里我特别喜欢，他每个对边哪儿的这么多画，买了好多画，所以感觉这个还挺好的。不管什么放摆在墙上，立马就觉得这边贵了。我们今天是昨天晚上是在那个瓦迪穆萨，离 Petra 10分钟的地方。现在是19号早晨4:27，哇！约旦那大喇叭就开始宣礼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早。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见那个宣礼的声音。这旅馆的花园还不错，我一会儿得跟他要一下那个名片，看挺好看的。我们住的这个瓦迪穆萨就是离那个 Petra 开车10分钟的 hotel， 叫做 Emerald Palace Hotel International。 很不错，非常喜欢这个旅馆，就是 Amra。那最后再照他最后一下，这个前台小伙子挺棒的，他这边有那个画，我去看一下，他
很老的，但是呢，他摆了好多花，没 over 一下，就是装扮了一下，就像。今天早晨那个导游给了我们那个 PCR test 的结果，negative， everyone 都是 negative。现在是7:53，向马德堡开去，估计马德堡离这儿也要3个小时，差不多是跟耶路撒冷在约旦境内跟耶路撒冷以色列的那个宗教城市是平行的。Hello， 各位伙伴，这都是化妆品，我觉着。看商店。哇，这边都是这些桌子，耶稣的画像、地毯，这种小的挂饰、雕刻、铜器、铁器、雕的马呀什么的，这是绘画。这都是什么肥皂、香皂，这是一些护肤品。哎，这是卖东西的小伙子，卖衣服的。我们在这儿上了一个洗手间，它是吃饭、卖东西啊合而为一的地方。前面的城市就是马达巴，它是在阿曼曼城市的南边，是约旦国的北边，因为我们一直往北边开，开往以色列啊。那么那里边有个圣乔治的教堂，教堂里边有一个古老的马赛克的原始的古老的地图，它很有名，我去看一下。Typical, the most typical art in Jordan. Yeah. So we're gonna see the Church of San Jor, then how the Mosaic, they do Mosaic. The mosaic, then we. Mosaic.Gonna see the Mount Nebo. Mount Nebo is a small hill. In clear days, you can see Jordan Valley, Jordan River, can see Jericho, even Jerusalem. In clear days. Yeah. Okay. But today, not today. Okay. 那刚才说马达巴呢，也是一个马赛克的一个城市。那么他们那个专门有那个大学是教你怎么来做马赛克的艺术品。那么这个大学呢是4年制，实际上有3个国家是有这个马赛克大学。那么一个是在突尼斯，一个是在意大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 Jordan， 在 Jordan 的话呢就是在马达巴这个地区。